欢迎收听心灵牧音，我是灵气导师潮潮，我也使用颂钵、萨满等方式协助大家疗愈、找回自己，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体悟，并且超越、转化。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心灵牧音。那我们今天呢，一样邀请到上次我们来到的 Rafa 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为什么这样讲？忽然讲话变这样，突然每次都一样不好玩啊，总是要换一下。也是啦，下次我来讲个西班牙文好了。哦，好了，反正没人听得懂。好，那我们上次呢，其实有讲到身体很重要，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有个东西就是，其实大家有可能有听过，那也是那个 Rafa 老师他的专业，就是头荐骨这个东西。对，其实我听过，可是呢，我就是对他有点一知半解，甚至我跟你讲，我有买了一本书，可是我还没有时间看，因为我真的太忙了，我真心有够忙，所以呢，蓝皮的吗？哦，好像是。Oh, okay. 好像是，对，我等一下拿给你看。对呢，所以我想要好啊，因为我觉得身体真的很重要，个人真的是觉得身体非常的重要，所以所以我就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对，然后所以就那个，然后今天刚好 Rafa 来，就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什么叫做头荐骨疗法，还有他到底是怎么运作呢？你可以简单先讲一下。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接触这个好了。好，其实可以啊，可以啊。对，因为我其实像上一集我之前讲讲的那集 podcast 我有说嘛，我主要是在教很多的肢体的部分，教结构的部分。那我有两个学生呢，就是来跟我一起上课。那其中一位他是资深的身心灵老师，然后他很认同我对于身体重要性这一块的重视，所以他来跟我上课。那我上课的时候呢，会其实重点有两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荐骨。第二个就是你的颈椎跟头骨这个部分，枕骨这个部分。荐骨在哪里？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有的人不知道荐骨在哪里。好，之前还有人问我说是不是荐骨头，我说不是荐骨，是荐骨。荐骨头，就听了翻白眼。好，那荐骨呢？它就是在我们的尾椎，尾骨的上方一个三角形，像漏斗状一个平台，对不对？对，像漏斗状的，刚好在我们两个屁屁的正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那个骨头。对，然后那我上课的时候，因为我们上次有讲到中脉嘛，那中脉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它就是从我们的尾骨跟荐骨这一块呢，一直到我们的头顶骨，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教他这个部分，然后其实我们上了蛮多次的，就是一直要把这边稳定下来。那他就有一次就是突然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以去学一下那个头荐骨疗法。哦，你一开始你一开始还没学头荐骨，我根本没有听过。 你就知道其实这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你就已经知道这个，然后而且你也一直在practice 这件事情。我的本身的专业本来就很注重这两个地方，对，因为它刚好是我们中脉身体中脉的起始点。对对对，起始点跟那个中两端点啊，两端点，两端。所以在这一段中间，我们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在做功课，在教学。那他就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以去学一个头荐骨疗法。然后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没听过这东西。那个时候我甚至连身心灵都没有接触过。哦，就是单纯的身体派。对对对，我是但是我那时候只有接触过催眠课，因为我那时候这个我们之后再说。那我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东西，但是他就讲说头荐骨疗法这个疗法已经把我最重视的两个东西讲出来了。我心中的概念，我懂我懂。对，我心中的概念就是说我重视的这两个东西都讲出来了，那这东西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对，他表示他有抓到你的核心。对，就殊不知我就聊累。欸，很好啊，就是你就找到，我要找到你人生的路跟方向，其实是有点难的。真的就是因缘，然后我觉得我的学生也是我的贵人，真的他指点了我一条明路。我觉得其实都是大家这个也是概念哦，不要说申请老师是多厉害，没有没有，其实我们都是像很多人说，老师跟你学习，我说没有，互相学习，我们都是在互相学习。如果没有你们来，我也不知道，比如说大家问那么多问题，问那我要录什么啊？我遇到看到身边这么多状况，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学习什么？对，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在互相教学相长，只是说在某些东西上面，可能我们比较有经验，对，那我们就把这经验分享，然后。那这样经验是有价值，所以我们就变成老师，是，对，然后也会有收入，这是 很正常。大家不要觉得赚钱是这样，正常，因为钱就是你的价值，所以大家要先把你的价值成立起来再想。对，哦，这个是题外话，我都会跳来讲很多东西，那拉回来，然后所以你就学生也是你的贵人，所以你就接触到头荐骨，都聊了呀。是是是是，然后我就想说，那
这个东西真的还蛮不错的。然后我那时候也一直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学一些像是美式整脊啦、整腹这些的东西、啊、对，他们好像 有的对身体的有好多东西、哦、对。然后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就觉得每像我的学生他有在做 SPA 嘛、嗯、然后我就觉得好辛苦，我就这样一直推，每天都很累。然后我是一个就是能够坐着绝对不站着，能够躺着绝对不坐着的人。对，所以他现在是躺着录音没有，我是趴着对对是。那我就觉得好没关系，反正总是先去了解一下、嗯、然后就去上课。结果上了课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其实有发它是有很多门派的、嗯、而且我好巧不巧，我就是选择到了一个最适合我这种懒人的门派。是什么意思？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因为他的那个其实这样讲啦，头建国他被发现是脊骨医生发现的，所以他并不是很多的比如说身心灵疗法，就是他可能哪一天碰到了一位高龄，然后传达给他的东西、哦、他不是 channel 下来的，完全不是。他跟比如说像灵气好了，曹操老师的灵气，他很不一样，就是他没有所谓的能量来源，对，他完全没有。那这医生他们也都是在比如说解剖啦，或者是在他们的病人个案中，然后发现的一些东西，对，发现哎，原来我们的头骨是有韵律的，它并不是密合的。嗯、那我们的它有缝，对不对？对，我们有骨缝，头颅一样有骨缝，它并不是完全闭合的。那这个韵律呢，它跟我们身体会产生一种互振。你说闭合，我想到那个，就是题外话，嗯、就是藏密那个有没有？有些嘎巴拉是不是密合？大成就者，好，这个开玩笑的。对对对，好，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讲。好，那它就是在这样子一连串的。解剖中，然后还有研究中，然后发现了哦，原来我们人身体有一个叫做原生呼吸、啊、对，那原生呼吸就是当我们成为受精卵的时候、嗯、原生呼吸就开始了。可以理解为身体的律动吗？跟身体的脉动、嗯、不太一样。它其实就像我们的灵魂注入进去，你的这个受精卵已经开始、嗯、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了。对，当你有这个完整的生命以后，你的震动，它就开始在生长，就是这个原生呼吸就发生了。对，那我们这时候是胚胎嘛？对，那其实第一个长出来就是我们的尾骨、嗯、尾椎，然后肩骨，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开始长我们的脊椎骨，脊椎骨长完了以后，长到我们的头骨，那头骨就像是从脉轮这样一个一个长上去，对，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中线，对，就是我们的中线。那我们中线长完以后，心脏才长出来。所以它其实是在我们的心的智慧里面更之前就开始产生的智慧了。对，那在这样你想想看嘛，我们的能量跟营养都要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就是有一这样往这个生长的方向走？所以它就是发现了这样的能量，对对对，然后会去刺激到我们的头部，那个会分泌一个脑脊髓液。那这脑脊髓液呢，它散播到我们的全身以后，它会让我们的全身产生像潮汐般的波动、嗯、那这个潮汐般的波动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恢复原厂设定、嗯、对，它会，因为其实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健康一直都在，对，只是我们跟它的连接断了。嗯，这个其实好多身心的概念就是这样，是你只是断了连接，是你不是要去发现新的东西、嗯、你本来就有这个。我那时候去上课以后，我觉得好喜欢这个观点、哦、然后就像很、嗯、我们的佛家也有讲一个观点嘛、啊、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成佛了，只是因为我们的无明遮住我们的自信，所以我们忘记我们自己是佛。那个故事就是哈，你们在去外面一直找黄金找黄金，非发现黄金在你家，你只用布盖住而已。对对，所以你只要找回你自己的部分，所以疗愈的力量永远都在你自己的身上。是，那这个是我们一直要传达的一个概念。那今天我们从身体上面来讲也是如此，比如说头荐骨的部分。那你刚刚说那个脉动，我有想到，我之前有想到想一个东西，有接触过一个叫做好像叫直觉脉动或什么，它也是这样、嗯、你身体会有一个震动的频率，它的按摩手法不是去捏，它只是这样松摇，它是用摇的、嗯、那你的身体自然去摇成你原来的样，它就归位了、嗯、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要让身体自己把它自己的方式找回来。对，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本来就有一个很有智慧的系统存在的，那只是大家不知道，
然后我们可能因为后来的文明啦，或者是我们接受到的资讯信念啊，对，制约啊，都会觉得，对，都会觉得说我身体不好我就是要找医生，可是大家都忘记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个本能，你就算找医生，医生给你的医嘱叫你做的也是让你自己身体变好啊，他也不是说我直接降下去什么，没有到药到病除的，只有药到命除的，好不好，不用讲那个也是在帮助你自己回复，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观念，对，好，然后所以后来投件他就是发现这个力量呢，非常的非常那个潮汐般的那个 对, 对，然后它会协助我们的身体找回我们的健康，然后回到这个智慧的状态，对，而且其实在它的前身其实是会有比如说像是物理治疗师，他是靠我们的手法，可能捏啊、去把捏回去这样，他就是去刺激你的脑脊髓液会去分泌啊什么的这些。当然，一定有更专业的 CST 的我们叫称为他叫 CST 啦哈 ，CST 的治疗师跟执行师，那他们一定更清楚。那我们学的东西叫做 BCST， 就是生物动能投件骨，所以也就是说，他发现其实我们的身体其实自己就有这个能力，然后你只要被倾听。个案只要是被倾听的，然后你的执行师是在一个很无为不批判去全力支持他的状态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它自然就会恢复它的原厂设定，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也蛮神奇的。 那他实际上其实我也有学员也是头肩骨的对，在做头肩骨的疗愈的工作这样子，那他的执行上面可以跟他讲一下，那他怎么做呢？因为很多人没有体验过，他其实很简单，你就会觉得就是他如果来做个案的时候，对 对, 對，他会他要干嘛，他需要干嘛，也没干嘛，就是就叫你躺在床上，然后你被摸，但是那个摸被摸但是他的摸呢并不是那种很有意图的摸，而是假设今天曹操老师是我的个案好了，我会请曹操老师躺在我们的比较上次就有教对嘛，按摩床上面，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手轻轻放在他的身体，比如说一些关节或者肌肉或者是他有状况的地方，慢慢轮着放，然后呢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倾听他的身体的脉动，去倾听他身体的声音，是不是去感觉你跟他的身体好像有点像是连结了，然后去感觉他，是，对，因为这个就要讲到一个在身心灵里面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词叫做临在，所以临在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觉察，我们对于这个空间的觉察，我们对于跟执行师跟个案或者是这些的觉察，然后这些连接产生这种能量场，这就是临在。那他的错应该这么说，头肩骨共振呢，它就是在这个临在以及当事者还有空间这个三角形之内，然后它形成了一个气场。那只要是个案他的身体的临在呢，感受到我在这个空这样的场域里面是非常被受到支持的，是很安全的，他的身体就敢大胆的然后去做自己，对，就是恢复到他的原厂设定，哦，对，是这样。所以头肩骨共振生物动能头肩骨共振呢，他看起来就是觉得他也没在干嘛，也没有扭也没有转，怎么对对对都没有啊，对，概念上的按摩啊什么的完全不一样。那可是为什么去的人都会一而再再而三觉得我好喜欢那种感觉，因为你会觉得你一直不断被支持，对，然后它好像是触碰，对，你会觉得你的心好像被洗涤了一番，对对对对对，就有整个人会被清空，对，身体的让它回到它的原厂，对，而且是很喜悦的，很满足的，对，让你的自信，我们讲自信啦，恢复到原本你所认知的模样。对，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像我们之前有讲过，你的身体之所以会歪斜倾斜，其实相对很多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就是因为你自己歪掉了，你自己倾斜掉了。所以在做头肩骨的部分，它其实就像我上次的经验是，它真的没有在做什么 ，Rafa 真的没有在做什么，他就只是把手，还有我的学生在帮我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他就是放在我的那个肩骨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我忘记了。你好像你好像会分开放，对 对, 对，你会一个一个地方放，然后对，我会依照你的身体给我的讯息，或者是我感受到 的地方，对对对，然后去不一样的方式来支持你，对对对。可是它跟灵气就不太，因为灵气也会放身体，对。所以灵气就像我刚刚其实在跟 Rafa 讨论，它不像灵气，你会有感觉有一个能量这样进到你身体做一个，不是，它就是一个，就像你说的，就是一个支持，它只是让你自己身体的脉动在去调整而已，是对不对？是这样理解吗？是的，其实头肩骨共振它
你执行师是没有任何能量会跑到个案的身体里面去，所以是完全没有所谓的能量交流的。对，那他只是提供一个安全支持的场域，让个案他自己的身体就会觉得哇，在这边好舒服，我自己就可以帮我自己修复。或者是说，其实我觉得相对，我觉得执行师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执行师你状态不好的话。应该是因为我刚刚有一个感觉，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啦，就是说因为你自己你当你执行之越来调整自己越好的时候，你的脉动其实是越健康的，越 OK 的。那你这样的频率如果靠近到一个他脉动是没有那么好，或他身体的组织 OK 不是不，你一定你的频率还是可以影响到他。是，所以我觉得相对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你的频率也会对个案造成影响。哦，所以我常常在跟人家讲生物动能投射骨共振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叫做什么？易学难精。就是说，你自己执行师，你要你自己本身的那个该有的素质，对，该有素质的状态都要好以外，你的个案量也要够。对对对，你才能够，因为每一个个案，他有他们自己的临在，有自己的问题，那你一定要经验值够的时候，你才能去辨别的出来，摸得出来。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们其实我最近很常碰到的是什么，都是没有被看见。嗯，他可能小时候他是钥匙儿童，父母亲可能忙着工作，甚至是什么偏心，他重男轻女，然后重视大的不重视小的。对，那就造成他们身体有一些地方是歪的，对，不正的。那我们也没有，我们的概念是我们也不去试图要去改变他什么。我们只要知道哦，原来你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只要去理解，我们不去评判，我们不去给任何的，只是看见就好。对对，我们只要看见这件事情，他自己就会被满足到。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所以像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说，其实你在跟个案之间，其实他你们两个也是会共振的。所以其实，在每一次的做个案当中，对你有经验上，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我觉得相对的。每一次的个案你在支持他，其实他的个案的波动回来之后他也会支持你，所以其实感觉啦，这是我的感觉，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就是说，所以其实你做的个案越多，疗愈师自己本身就是执行师本身他自己的状态也会提升。因为提升不只是经验值的提升，还是能量频率上就会提升。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爱这一个疗法，不要讲疗法啦，就是这一个个案。因为这个个案呢，就是当我在疗愈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会被疗愈到。这个概念跟灵气其实也很像。是，对，是，就因为你们两个是互相共振，然后当你给了他一个，应该要有，应该不是应该有，就是你秀出这个，这个重症他的身体知道他可以很安全的跟你依照这样的方式去调整他自己的时候，他也依照他自己的共振方式去调整他，他出来的东西有可能又回馈给你，那你们两个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彼此互相一来一往，是，所以状态就提升起来，真的，真的，所以这很重要。那包括比如说灵气也是这样，灵气就是我成为通道流过我，分享到个案身上，个案需要，所以他抽过去，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我会先受益，然后对方也受益，所以是一种大家都好的概念，所以。其实都很有趣哦，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身心灵的学习当中，如果你愿意去探究这些运作的原理跟运作，你不要说原理，但是现象的话，其实它会打破很多我们被教出来的框架。哦，非常重要。我给了你，我就没有，所以我不给你，所以我存在的匮乏。可是当你知道你越给会越多的时候，你还不愿意给吗？当然越给越多啊，越好，大家都好。所以他发现说，其实是有那种双赢甚至三赢的局面，互利。对，这个是我们关于过去被教导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身心灵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一个工具，从一个执行的方式，从一个操作的手法，这个方便法去做。后续它背后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有发现到一些事情，就是说，最近发现就是能量派归纯能量派，智慧派会归纯智慧派。就是在佛教讲，就是智慧法跟方便法两个没有合一，可是智慧方面是要双运的。就是，没错，可是在身心灵界就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像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回馈分享说，他去上了某一个大师的课，他说大师那股能量是真的很好，可是他在讲解什么他实在是听不懂，他也觉得很有点不合理，但是他的确感觉那股能量是很好的。那我就发现真的有这个状况，在身心灵圈会有这个状况。他可能技术好，操作手法 OK 什么 OK， 可是他没有对于智慧上的了解理解。那或者是说，有的他对于智慧上非常的理解，头头是道，但是他没有办法实地上去协助。他看到
个案的状况，他还是只能讲，可是他就是做不到啊，那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 对， 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慢慢的啊，我觉得我真的是要求太多，要求太高。可是你这很好，我觉得这是要求是合理的。就是我应该是说，我希望每个如果之后我们来谈疗愈师，然后疗愈师你应该要有一些概念，就是你要有一些目标跟方向，这个是你可以努力的方向。 对， 对，不是技术当然很重要，是如果技术之外什么更重要。 OK， 那比如说像刚刚 Rafa 讲的这个东西，当你们两个彼此这样，你们两个就会一直提升，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是其实是一起成长的。对，所以这其实是蛮神奇跟蛮特别的。那我是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要去寻求像这样子共振式的这种疗愈方式呢，那我会建议是你要先跟这一位疗愈师先有一些认知，你对他有产生信任感了以后，你再去接受他的个案会比较好。应该是说我觉得任何疗愈师都是这样，对不对？我觉得共振式的更是如此，更是因为他更直接啊。对，所以如果你发现包含我自己，你今天来见了我，然后你觉得我状态不 OK， 你可能觉得我有很多伤痛，然后或者是我根本就不是让你一个很舒服的人，你不要硬做，因为频率不一样，而且是当你们共振的时候，你不喜欢的那些东西，它也会变成是你的考验之一。对，所以我曾经就有朋友，他去做完了这种共振式的疗愈以后，怎么回来脸色苍白的跟什么一样，我就整个吓到，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去接受了某某个案，然后我说可是接受完个案怎么会变这样？对。我说你一开始就喜欢这个人，他说没有，我其实没有，我见到他我就不喜欢他，可是就想说都已经约了，不好意思，然后觉得怎样怎样怎样。但我说真的，其实如果是这样子共振式的个案的话，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因为真的你对这个人没有信任度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易。应该说你的身体的直觉会告诉你这个是不是适合你的，是不是 OK 的。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大家去练习判别的状态。那不过像你那朋友，有可能这也是他必须经历的，是对，这是他学习的课题。对，对，他就经历过之后就知道了啊，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是说在我们的观念想法，任何事情它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对啊，就这样就是两面刃啊。对，就是知道就好了，反正 anyway 就也是不错啊。对对，那头颈骨的部分还有什么？刚就讲了它的原理，他觉得什么可以让大家知道的吗？它很好玩的是，就是主要它有三个可以值得被探讨的点，一个就是中槽，中槽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像这种流动，然后流动以后会让你的身体开始去重新排列组合，然后会让你有那种回到原厂设定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叫做长槽，那长槽的话，它就是让你去连接所谓的，还有一个草槽。曹操是最高等的超越。好了，再继续讲，继续讲。对，那长槽呢，它就是跟所谓的宇宙意识，然后跟你的生命历程，然后一些东西有连接的。所以当个案他如果进入长槽的时候，进入长槽很蓬勃的状态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好像在宇宙里面漂浮。哦，我知道这个感觉。有时候我们做疗愈会进入到那种状态，只是名词不同。对对对对。奇怪，怎么这么舒服？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可是我不感到害怕，不感到寂寞。我会觉得好像我跟宇宙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对， 對， 對，就是。而且这个长槽它其实可以处理掉我们很多你的情绪，那情绪的一些卡点，就觉得做完长槽回来以后怎么？本来很在意的事情，好像全部都空掉了。对，觉得好清空哦，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静止点，所以因为它的我们的那个 slogan 啊，核心就是说疗愈都发生在静止之中。当你的静止点产生的时候，你的整个状态是在一个极度和谐、极度最我们讲最佳的那个状态，完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干扰，没有任何。就是非常非常的完美，所以，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嘛，做这个疗愈，就是你不能有太多的企图，对，你要让自己的状态是非常的无为，然后不去评判，对，然后保持中立去支持他，所以不能期待要你要做，对，或者是我去操作我的意图去操作说好，我一定要你进入长槽，我一定要进入那个静止点，这个是不对的。对，因为你就没有尊重他自己身体想要的步调跟调整。他的身体有这些状态出来是有他的原因的，那他会浮现出一些
你让你只要在他很被支持的状态之内，他就会开始浮出很多的他的一些卡关或者是情绪卡点、嗯、那我们做疗愈师的人只要去接球，当你球他丢的球越多，他的东西他就越容易被疗愈到。对，所以我们只要去支持他就好。其实像我们也就是像比如我在做送波的个案啊，或是灵气的个案、嗯、其实也都是这样，我就给他一个创造一个能量场的支持、嗯、然后甚至是帮他补充能量干嘛，可是我不会去期待说我要干嘛、嗯、我就干嘛，我就说其实像比如说最近我在做那个团体的送波疗愈的部分嘛、嗯、送波疗愈的能量重整清理这个部分也是啊，大家一样都是挡在那边，为什么我做出来每个人会进入到状态不一样，有的人会进入到那种意识清楚身体休息完全说哦我知道，对对对，我在打呼。那有的人是会进入到那个，就像你刚说，在宇宙当中，我漂浮在这里，我在哪里？我是谁？我没有身体了。他有的会这样。那可是我们明明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啊，因为我只是给你能量支持，我只是创造出这个场域，嗯，让你沉浸在这个能量当中，然后你的身体就会接受我现在当下最需要的东西。对，其实一切疗愈，我跟大家讲都是这样。你越没有企图，他越能做自己，效果越好。哦、超棒的，小豪老师你怎么那么优秀？而且我说真的。不，我因为学了蛮多的一些疗愈工具、嗯，我说真的，我很认同曹操老师讲的，所有的个案的成败都回到自己，都是在回到自己。你的核心，比如说我的执行师本身状态很好，比方说像我今天可能，比如说像曹操老师好了，曹操老师他对于灵气的这种执行已经非常的熟人，而且他的状态也非常好，他也学投进我疗愈已经非常快，就是。这只是一种工具的选择，对工具的选择，你的其实你可以用工具啊，如果你的老师他是有带着你去实修、嗯、慢慢的你的内功就会提升起来，没错，那当你的内功提升起来之后，你去学什么都很重要，像比如说像武侠小说不就这样吗？对啊，他得了他有几十年的内功几百年的内功，他今天拿到一个秘籍他一练他就可以、嗯、其实这是真的，我们在这个感觉，因为一法通万法通嘛，你就知道你当你对能量的运作，你身体的状态这个部分，可是内功要怎么办？其实内功才是最难念的。没错，没错。所以我自己啦，我自己很讨厌那种人家有讲说啊，华山剑法比衡山剑法强。嗯，我觉得这种就是二流、三流人在讲话。对对对。因为所有真正的高手都是在练内功，所谓的剑法，华山剑法跟衡山剑法，只是他内功的应用。对对对。只是他的应用，你的应用程度越好，什么？嗯、哪怕是昆仑派，哪怕是武当派，甚至是什么各西洋剑术好了，对，他都可以如鱼得水。对对对 对, 对，所以不管什么东西，永远都是回到自己。对你自己的内在的品质，所以我在讲疗愈师，真是你的内在的品质非常重要。那也不管是不是疗愈师，我们在学习这些东西，它就在帮助你提升你的内在的品质跟智慧。就像你今天没有做疗愈师，你今天其实很多啦，像来上课来干嘛？我就说你们学这个不是为了要做疗愈师、嗯。通常一开始我说啥，一开始来讲说哦，我是为了做疗愈师，我来学这个，我都觉得嗯，我都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说嗯，千万不当哦。大部分我自己的通常只要一开始讲这个的，通常十个九个很多都会歪掉，而且他即便是真的去开业当了疗愈师之后，很快就消失了，会有一些状况，这个有机会我们来谈一下，因为其实我真的很想讲一讲这件事情、喔、好啊，对，然后哎、欸，那有关投建股还有想要分享给大家，还是差不多，因为今天也差不多，重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他在做投建股的时候，其实他的执行方式是很简单的，不会要你干嘛干嘛干嘛，完全没有，你就是躺着放空就好了。那有什么注意事项吗？除了就是选择老师的时候需要感觉一下他的，你觉得 feel 对不对？那还有什么特别？我觉得来之前呢，尽量不要喝咖啡或茶哦，不要去让你自己有那种太过清醒、太过清醒或太过，对，让你无法，比如说进入一个宁静的状态的，嗯，对，因为我们说了嘛，疗愈就是要让你放松。那有人会说，那可以喝酒吗？也不要，对不对？也不要、欸，也不要，对，因为会破坏你的灵在。对，其实都不要，就是不要去太过于让你状态会改变的东西、嗯、都不要，就是让你很单纯的。你来，然后越放空越好，对对对，越空白越好，对 对, 对 ，OK， 对，了解。所以其实也蛮简单的，没有很大的什么什么，都是很简单的，很单纯的。OK， 然后今天谢谢 Rafa 跟我们分享投建股，不客气，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对，好，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真的。好，拜拜，拜拜。对于节目内容、身心灵疗愈想了解更多，欢迎到脸书粉丝页西河沐音身心灵疗愈工作室与我们联系，节目资讯栏有相关连结，谢谢你的收听，拜拜。